好煩啊！嚟緊咧又係情人節喎，我又想俾個 surprise 男朋友，喺個妝容上面咧又想有啲變化，令到佢有新鮮感。但係咧，我平時又好懶，好少會 full make up， 而家都唔知點算好。哦，簡單啦，其實你只需要稍微突出翻眼妝同埋唇妝，成個感覺就會唔同曬噶啦。不如跟我嚟啊，幫你揀下啲化妝品先。好啊。呢盒混有四隻顏色，有個調色嘅作用。我哋只需要咧撲喺個面盒嘅位置啦，可以做到一個好通透嘅效果，亦都好輕身，磨落啲膚質好細緻添。呢支多用途嘅 eye pencil 可以做眼線、眼影同埋 highlight， 質地好 creamy， 易上色噶，唔易噴開。首先咧，只需要用一個淺色嘅，以成個眼窩位集中喺一個眼珠嘅範圍入邊，然之後咧就可以攞翻一個深色，做翻喺個眼線嘅位置，連埋個尾位。仲有眼頭，呢個好處咧就係佢另外一邊咧就有一個刷頭，可以咧就容易去將佢捽開，做翻一個 branding。同樣啦，下眼線只需要去到大概三分一嘅位置，而最咧我就可以建議你用呢只 Free Concept Eyes 嘅 lipstick， 咁佢個上色度咧就會好夠，而且係 matte 面嘅，但係又唔會令到個嘴唇會變乾黃。呢盒咧就有齊光暗影，用法好方便嘅啫，只需要用翻呢個斜角面嘅海綿粉掃翻呢個位置，然後慢慢鬆開，連埋腮骨嘅位置都係啦，加強嗰個輪廓感。至於用翻另外一邊嘅頭，攞翻個 highlight 擺翻喺個 T 松同埋頸骨對下眼底嘅位置。下巴、嘴角，最後就係個鼻梁。哇，真係唔同曬喎！我自己望到好有新鮮感啊！今次男朋友實拉啦，係啊，幾個 step 就搞掂曬，你男朋友一定好驚喜啊！